对啊，第一个对对对不对？这顶到对他讲对，对了，对我那个介绍好。就觉得女生那发脾气在比这男生更好，我个性很强。这真一看就知，迄名看就知。看名。哎，伊那是这个名嘞。伊会叫芳名。所以你讲我，你讲那真准。这边下。你看班长哦，因这个孙哦，呼吸道不好，啊，另外这女生看到那真强悍，感应得出来。安尼哦。强悍的。陈毅，这是毅的。你像班长，这个强悍的。陈毅的，毅那是毅的。你讲讲泄露天机吼啊！啊，你你带着蒋中正、王中正吼，中正。陈毅是吗？陈月，月是哪个月？你爱伫个讲啦，讲咱即摆总统一个是姓马，啊一个是扁啦，所以是总统是骗人的。你们台湾都用骗的。阿扁咧做总统是哪个讲啊？啊，意思我们合起来哦，选选总统、副总统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变成骗了。对啊。啊，无想讲真正对对敌啊。哦，这样子。伊是这个，因爸来学学这个。无，啊我感觉义军较好听。班长，我这样子说对吗？可以，义军就是义军呐，出去就叫义军呐，那二哪有派二军出去？这个小可强势的个。查某个咧军哦。君子的君，君子的君，滚住了。啊，人为是义军呢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啊一个话是。我爱有的叫围巾啊，我那天在帮他洗澡。围巾哦，嘿，围巾啊，他是伟大的伟。我知了，阿姨也谐音的围巾哦。啊，我们那个叫义军啊，我在洗娃娃，然后我在叫说义军拿来，我们他就在讲。啊，义军，啊，义军就在你手里，还有义军。围巾跟义军，我都要谐音了啊。他说阿妈义军就在你手里，还要拿义军。哎，真的，身体是不错，但是是这个，他是这个的环子啊，老师，一节吼紧张一节，但是点到点诶，啊，他个性很，但是蛮强的，叫给我，啊，今天爱运动就来，哦，今天个性够强的，啊，虽然加油，咱无听因为。啊，老赖伊家己的，伊家己的纸，伊袂晓画，即摆袂晓画白种纸，干那会晓画伊上纸，嘿，我纸爱一直换，来换去。我可能安尼袂使哩啦，你纸是已经买袂啦。老师也，这个介介些困难。即摆伊摕一种纸吼，会用你用刀啊敲敲敲啦，啊用刷纸抹嘛，刷刷抹嘛，抹抹嘛，不反白。啊，那是伊拢用迄个刀啊敲吼，啊，这个不是啊，这是一繁殖啊，这是繁殖啊，这是真早以前。哦，啊，你讲迄是？诶，我今仔今仔日摕来诶，陈政治诶啊，陈政治老师迄块，你看做拢特别高，特别较高，啊，搁那差那个名强势吼，你看。啊，伊嘛是繁殖，伊个嘛是繁殖。伊阿在碰到乌索索，啊，再来切，再来磕，磕磕嘛，磕磕。变迄落啊，昏嘞，昏嘞，到场。你你妈妈讲，未使叫一个，叫一个，一张七十五块啊。对，我以前做啥子？李香蕾，那做李香蕾。我刚刚嘞，顶礼拜，搁顶礼拜，我等于顶礼拜，我等于日月潭啦。嘿啊，水都不用玩咯。啊，我那个啥，我那迄个布，我面顶迄个磅布啊，破一大坑啊。啊，无甲错，陈奕轩，较紧来转去错吼，即马搁落大雨吼，迄水就会弄甲肥下内底都乱七八糟啊。这边风太大，这风较大，这边注意这边头。哦，我想我多就注意，我足多啦，我遐嘛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唔只讲，啊，搁较紧来搁走，啊，我咪去看好老师啦，好老师吼，有较好啊啦，一开刀两只脚呢，迄个膝盖啊，膝盖啊，所以讲命啊吼，人有啊，啊，就讲换用两只脚安尼行啦，哈。
啊，用爱复健啊，用爱复健啊，讲一天一天拢爱爱一两点钟，800块嘞。啊，钱赚那些无，就是爱用啊。有啊，啊，伊嘛无法度啊，无安尼伊嘛袂使哩啊。啊，好势好势啦！我讲啊，歹势，阮拢无来甲你看啊啦。我嘛甲讲老师，你你甲你问你甲你念嘛。哎，我有甲讲，伊讲谢谢老师啦。有啦，老师，我今天打有跟那个秀贵吼通上电话了。哎，人家讲啊，怎样？秀贵说。他现在上很多课，是上这些课啊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他上太无聊了。我想讲意思，要不输面，要不输面。不跌了。啊，我讲老师吼，你念你呢？啊，我讲你老赢，你来好来看嘿。哈哈哈。在就好啊，想讲是啊。他也在上易经啊。哦，他也在上，他也在上易经。上易经也在上那个养生，养生中医养生呢。养生好了，啊，迄个易经卖相啊，易经卖相，易经相就是吼，你无哦，伊超过70岁还可以啊，70岁了，哎，他也快70了，有了，他已经，他快70了，啊，伊还没70了呀，阿伯，安尼未使，安尼未使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伊还没有，阿伯迄落，阿伯，阿伯打折咧，我都72啊，伊个阿伯，无，伊那比较小，是啊，你讲啊。都水的呢，啊，就你的课、你的画册的啊。这水这电脑镜的呢。你去本来底有啊啦，去本来底有。我等叫老师去看，写本来去看。不过他讲的还真的是很准，那努力还算出来。博士呢？你是讲在讲假的哦？啊，要疯疯癫癫的。从小，从小就听啊，就知啊。那个个性很凶。你看伊在考的，在创赛吼，啊咧，所以我。没有啦，先天的啦。啊，像老师得爱做好代志哦，啊无哦，老师50几岁就爱死的，真难过咧。我讲伊啊，先天。我蛮即马因迄个因后生的女儿啊，即马伫医院伫开心脏，我等阵马来甲看者。人生哦，所以要做好事情呢。真歹讲诶，心中冠，心脏的一般。我妈妈打电话来跟我讲说，阿丁爸爸即马安怎？还好啦，伊即摆可会乌白走啊嘛。啊，伊讲。要从一个物件来吃，结果去给滚水烫着。我讲你讲滚水烫着，你唔着爱去病医馆，啊，结果唔去啦，袂使你啦。你讲电脑不要做人家去关机啦。我去检查一下，我嘛叫滚水烫着，你看